走。这是谁来的？我不认识。I'm not ready。律师，请就位。25秒钟，你在哪里说这句话？我在化妆间。化妆间，好。25秒，请开始。那个陈汉伟啊，你看他昨天跟我说他脸上长痘痘啊，今天啊说他去吃米香嘛，他问那个老板，老板那个米香里面哦有那黑黑的小葱头啊，那个小葱头有脚吗？啊，关我什么屁事？也不看看自己长得多抱歉，劝你用啊，汉伟哥，我再不走，就卡时限的，拜拜，谢谢。这是谁来的？我不认识。浩宇大哥，对不起你。Oh my god， 可以不要把这个东西播出来吗？浩宇大哥，我们是不是 re-enacts？ 哦，对啊，你知道那天哦，我去买迷香的时候哦，我看到那个迷香啊脏脏的嘞，我就问那个老板哦，老板，那个迷香哦是小葱头咩？小葱头有长脚的咩？然后呢，老板跟我讲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他讲哦，你要吃你就吃啦，不要吃就不要吃。哇！他以为他是谁？陈汉伟咩？我的偶像。如果是他的话，哈，OK 啦，我听啦。可是他是谁？他以为他是。